请等在门外等一会儿。您订的是8点半靠窗景官位。是。最后戒指是放在甜品托盘上，对吧？是。好的。在红小姐打开托盘的同时，乐队开始奏乐，送上玫瑰花车。是。合适完毕。冷巴乳餐厅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预祝您求婚成功。 喂，患得未来，出大事了！你快上网看看新闻。今天下午，网络上突然大量流传关于润氏集团的密文，这也是继之前招标风波后，润氏集团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。这次爆出的密文内容十分耸动，爆料人称。 号称良心药企的润氏集团早在9个月前就发生过一起纠纷事件。据称，这次冲突是因润氏制造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，前任董事长魏宝峰和现任董事长魏兰均卷入其中。现在，有关部门已准备就此爆料进行调查，关于进一步的事件进展，目前正在调查中。 今天这个妆化的怎么样？嘴唇是红的，眼圈是黑的，没什么区别啊，跟平时。爸，我今天这个妆花了6个多小时呢。我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约会。 不好看吗，爸？不，仔细看看，等会儿，你再看看，再看看，真没有啊，没什么区别啊。哎呀，你看我骗你的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爸，你看我这项链，长短合不合适？还有我这个耳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还有我的裙子。